大家好，我是东阳。你知道吗 ？CODM 竟然有一个非常隐秘的换装设定。大多数玩家是不是都以为在游戏开始前的无敌时间是给我们换装的？其实不只是这段时间，在游戏正式开始后，我们也是可以换装的。以爆破模式为例，你们看，每回合开始后的前十秒，也就是在1分50秒之前，我们还是可以随意换装，有什么用呢？你们还记得我之前给大家分享了一套开局可以弹射起步的移速搭配吗？讲的就是利用步枪被动技能坚韧、手枪的5%移速加成，以及人物技能轻装上阵这三个属性，来达到最快的赶路速度。不过当时我说过，用坚韧换来的移速与金属披甲弹或者其他重要配件相比是非常不划算的，所以并没有极力的给大家推荐这套搭配，但现在就不同了，我们可以利用今天讲的换装技巧，在开局后的前十秒，用我这套最快移速搭配来赶路。等快到1分50秒时，打开设置，点更换背包，然后再切换到我们要使用的武器，这样我们就可以鱼和熊掌都能兼得了。兄弟们，赶紧把视频转发给你的基友们，不然别人都在弹射起步的时候，你就真的 out 了。动摇 over。